你不是不吃鸭？偷吃。我吃的不是鸭，我这是文化。哎呀，鸭我不能吃啊！那个，我们买给那个。我知道你问我要不要试一下，我这鸭不能吃。哎呀，鸭我不能吃啊！那个，我们买给那个。我知道你问我要不要试一下，我这鸭不能吃。它有一个是炒的，把炒的。炒的并不是鸭，炒完之后变鸡。我说就可以那个吃它的，比如说旁边有应该有吃菜嘛。今天有好几种。呀，很有。哎，你不是不吃鸭？我吃的不是鸭，我这是文化。可以这样，哎，还有那个片鸭，等一下我觉得来吃一下，你先不要吃。陈哥，我教你一个台湾的吃法，要不要？没有，你先吃。我教你一个很厉害的，你看哦，就这样，先沾好酱。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好方便，好方便吧？这以前我们学生啊，被几个同学买一只，然后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然后这个就白饭就一直配，一直配，对不对？就饱了。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一些豆片鸭。好了，不行了，我这个我告诉你，我这实在太喜欢吃烤鸭了。继续这样吃下去，把它吃光。你哥，帮他剪一下，跟他说我不吃烤鸭，我对鸭过敏。哎呀，鸭我不能吃啊。那些，我们买给那个。我知道你问我要不要试一下，我这鸭不能吃。再试一下，不然那个你，我最后一片，最后一片，你再吃一片，最后一片。因为真的最后一片，都没了，没有最后。没有，那最后一片。就还有呢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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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痒，真的，我现在腿就在痒。